使主规定，吼、哦，过身的，咱一定慢慢来，慢慢来，袂使过头急急，否则会自取罪业，连反被朋友所话，吼、哦，独处以外，另外可以，吼、哦，不可。要有一个人的关系，这个人叫孙仙，
但可能今仔太冷，哦，伊就去查管道啊，哦，去燃触电，哦，查管道燃触电，咱就要教阿个食，啊，食起来，我自己叫了，带把它带触电啊，调啊，自己叫了，哎，看看怎么，啊，看怎么，伊迄教阿个自己叫，你讲哪会？你讲强，你讲嘛？伊讲你要玩家都玩家啦，嗯哦，这豆啊含浸迄个盐水哦，我来打个盐多多，也互我食食，唔当去食着。伊嘛爱讲，我来想想，伊都另外再给他浸水、浸盐水啊，啊嘛炒炒个那个落冰迄个，也因做触电啊，吼，我鸟来食，啊食食嘞，鸟啊得得凉，那个水大，啊就大艰苦啊，啊就大甜大，只想着。爱讲我的想法，那怎么下一步做？哦，所以讲，随着随着你身体中你积聚啊，哦，那意义就清晰啊，安尼就对啊，啊，当然，讲安尼你真正就将伊做掉啊，安尼对啊，啊，安尼是该考咱今年成功好，能够再见。那我们你，没空了。哦，刚好刚好刚好，哦，刚好刚好。真正天道有命，拢是真正啦。
讲信仰讲，伊讲你唔知影，爸爸你唔知影，讲在上的人哦，无一个真正为伊在服务啦，拢为伊家己在服务，家在服务啥物？服务员家己，服务员家己。因在上的人吃苦济济，讲唔饱，阿去变成官的人有嘛？所以我家己安尼，你一人在咧困安尼个想，实在有影。咱只个上应该怎啊？上升级，一后天若真正升高转，嘛拢咱见啊。哦，所以伊搭比咧，下比咧，我听。伊讲爸爸，你敢知影迄个？哦，迄个厝门啊。伊讲，迄厝门正底下应该站的就是咱这啦。啊，咱正这边，我感觉讲，那是叫作困难。哦，啊，要飙起，哦，作困难，啊，大家就正边。后日飙起到顶面，就顶个船遐做官啦，高官显爵，徛伫遐，好，感觉足好，感觉伊足有权，足有势。所以我来在讲我听我来讲个名对哩。刘墉去纪念吴主，本来就是老人啊。刘墉啊，足老。刘墉啊，在这个名著可能那样变成一个大笔工。伊足老啊，那是记这个刘墉。啊，迄个时阵，迄代志，名著。伫这世间，交伊地主，交较早诶名人有讲过话，已经讲起了。那么是安怎？牛羊一篇来考虑大学，考虑牛羊，还能考虑牛天的白茶。所以就是讲啊，民主伊做哩叫地牛羊王法，哦，可以第五个。哦，明主阿公皇后必办理，是有情义义义，所以我提来甲看，我没事去困过提来甲看，哎，真正。伊讲明主阿公呢，皇冠可以二五公，大夫官可以二五家，叔叔人员可以二五姓，上下高千里是国威，事实的代志就是安尼，你真够搞笑。信为正者，为正者，几个人是真正咧为民咧，尤其正拄仔咧选哦，选管市长，选县议员，选管议员，选乡镇代表，你甲看，大家徛伫遐，卖去家己抓，也伊家己讲，讲伊拢会赢选派群啊，你拢讲，后日丢落来了。哦，后日若真正活动算了，伊敢真正来所解决啊？无啦，本来咱逐个听尔，互你真听咧做新鲜啊！你尔讲哦，这个人做有影响。等后再真正伊去哩坐位，啊，咱坐伫咱官方不同的所在，你怎啊？哦，几个人真正咧为咱变？哦，欢迎啊！是咧变做奇怪，本来伊就是足平衡的，啊足认真做得到，足认真做，去做市议员了后，买两间楼厝，哦，伫迄个时阵咯，买两间头边的楼厝，迄两间真一间拢两三千万咧，啊袂。你来甲想，那做一个议员，真正我拢看六间楼啊！哦，我当然甲想真正个，所以咱这要去食钱，你想要食钱要去倒食，你来甲想啊！咱若想要食钱要去倒食，哦，啊，那议员就食钱，食买六间楼啊！哦，啊，后日会得去吗？你们想不想？后日就是大家都是用的啦。
所以我就是各个人都是我们这人，只要咱们好好做，好好做，咱来感受，咱来领领我，咱们吃人花这钱，哦呢，你想讲你要吃，你到我当去吃，人庙你去吃，你到我当去吃，所以咱好好做，哦，好心，哦，是好的各位，一定是咱的。咱唔免甲想想讲，我唔捌半年字，一半吼也未做甚大工课，我到有法度啦，真正认字。只要咱变咱的良心做事，哦，当时王国明先生搞讲，少啊少，咱尽都比咱只，生生世世做事，实实在在做人，咱就可以圆满。所以我讲。有条关左行的公交，我行了，啊，我顺续来讲，我来做参考。哦，你都唔免想，唔免想讲我敢会转去。人要讲第五条命先，就挂好，敢真正会转去。你不要灰心，只要你将你的良心把握来，你的头前，亲像万如水安尼，你先积宽宏福音，你有实际万如主。哦，空心人，空心人讲的，伊敢会讲白贼？一旦树飘影在路旁，那么以顺地为目标，达到福星的高位，兄弟姊妹，咱大家好好啊来认真，为咱个人，为咱的地方道务，哦，为三期大家普渡的任务，哦，咱无同去做到遐，唔过咱伫基层做哩。但后生有来教伊经济，哦，所有方面，今仔日，哦，特别来搁再定个咱兄弟姊妹，哦，咱呢，除了这小姐啦，哦，啊，搁较少年以外呢，咱带咱呢，要搁换只，无可能啊啦，无可能，都叫咱爷咪讲，我换少年，我七十七八岁，搁换七十七八。不可能啊！哦，所以呢，咱好好来做，好好来做。哦，阿静呢，拄只我听讲，伊六十一岁就退休，六十一岁就退休啊！哦，五十一岁啊，咁五十一岁就退休啊！哦，阿你讲啥？人伊个主管就是讲你已经老啊啦，公认你讲你已经老啊啦，哦，人你一个老人了嘛。你若薪水呢？我来请两个人我当，啊！你一个人我当做养两个人啊啦。啊，所以呢，咱来了解，咱别人来看讲老，但是咱伫修行的过程中，咱唔能咱认得到老，咱认得咱做少年。我啊会当替我家己自身来做足个工作，这个倒是对的。所以你们不要灰心，难看见咱家己。咱一定哦，看到咱家己哦，看讲我的未来要做有前途的，咱的前途不是你家己想明个道理。所以民主呢，你将两样的名单里个讲破哦，伊讲哦，何必管伊有仁义义？咱今仔日就是打仁加义，要打出打得个少哦。我就是嘛，无人要叫啊，哎嘛，年纪也老啊，啊，就负责任吼，伊都无嫌我老，哦，也无嫌我，哦，我下班，啊，伊叫我，刚好无上手啊，我无讲老，哦，啊，来叫咱这老的弟兄们，老多亲啊，做这工作，这真正不务的工作，哦。孔武主讲：“无为师，在师不师，咱有法度。阿咱来做这无为师，后日达到咱最高的这个境界。所以，这是咱每一个人之外，唔盲啊，希望啊。所以呢，我而且希望咱大家放下再放下，啊，认真再认真，何天来放下，先天来认真。”因为认真，是讲来认真，即个是说
人的真的唔做咱主人，哦，阿弥来到后日到将来，哦，那么来今仔日到，哦，以前的是什么站？今仔阿弥陀佛还不生气，哦，圣人来讲起咱的家庭的问题，阿西元就是对咱的家庭做起，对咱祖先做起，所以咱一定。爱看到咱家己，咱家己做，咱家己想，咱家己做，咱家己的家庭，到我头人亲像来，真正安尼哦。哦，主啊，本主用了古言，以命古言，这个叫做汝就是啥？汝就是从人讲，哦，大事搞安尼，大事大事，唔敢安尼一人讲出来，哦。一边嘴来上好，请两只慈悲前道中，尊道中，讲讲好，好，哎，请坐下。现在咱来讲供养，哦，对信徒开始供养。供养庙何人必辅助及赞赏，即将女儿来嫁予伊。哦，在厝诶无白煞说，拄则我即个供养情形物件，只有虽在一些之中非其罪啊一句话啊。如此，就将此句话改抽一文章。其中一种之理，原来供养庙的品格，是因为在处处观望的如来之在，正是这明白了义将，明白了义将演出来，在迄个内面，那了解讲，哦，伊原来是用，都是安尼样好啊。所以一方之经策。相迎当有教缘困，大抵是结婚难定啊！就讲普通人呢，啊，遇到了缘分的时阵，大家都作发脾气，吼、哦，我只能接受困苦。所以过去咧讲，一方离经处，啊、哦，但公业上的表现。文章随意编编啊，讲一条个表演啊，伫咱这篇个内面随意讲下足详细，却可推知定是安宁平静如常啊。哦，咱会使来推论讲，伊去用官嘛无发一个脾气，因为伊了解做官嘛有困难的所在啊，所以伊就平静如常。伊如何能如此呢？伊会当是安怎才会当安呢？无非伊以前伫人生在世时有安，伊了解这个人生在世，吼、哦、一定有得失因果，受乐共通，有这个有安啊。真侪有事，真侪事无可奈何，真侪有着代志无可奈何。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人之力所能决定的。就讲遇到迄个代志，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来决定的。而且，伊更深知人的尊严甲价值，伊更加了解咱人的尊严甲咱价值。所以，咱伫修行学道过程中，咱一定爱有尊严之力。那你在尊严当中，才能显露咱的价值。那么在尊严当中，咱会当显露咱的价值。所以修行学道的人，咱的尊严是对一件，良心来做咱的尊严。价值显露是对一件，价值显露是咱的品行。安尼，咱的人生修行学道，大真正价值。好，大家讲一下。
原谅受外在恶言的事情、事件所影响。咱当时啊，唔通受着外口小人讲两句话，咱无法做个提示，来影响咱事业行道。啊，人存在，未信不求之自我肯定。咱遇到代志，爱冷静想一下。哦，爱未信不求的自我肯定，爱好好啊想，感觉讲我都无做唔对。啊，咱家己来肯定咱家己，免让别人甲咱肯定，因为别人无了解咱，咱家己了解咱家己啊。换一句话讲，伊已经超越了存在名号，哦，讲了重嘞，已经超越了人世间大尊，哦，世间的这个名中的这个含义，已达到半天不由人，的这个德行足足的境界。咱一定要修到半天不由人，而且得显自主的境界、自由的境界。但愿的半天，但愿的不由人。所以家己呢，若是一定家己，哦，内心不求来肯定咱家己，哦，透过这个好，透过过去的信念，的这个经验，更加予咱了解咱做人要安怎做，实实在在。来当了解，当然，哦，便只有靠外在的缘由之追求来支持自我的存在，哦，当然啦，咱哦一方面呢，修学道嘛是爱真正做出去，哦，无做出去嘛未使啊，哦，所以来做来支持咱存在的啦，也因此某人的失败的顽固。都会让平常人有法忍心，哦，咱人在这世间，若唔多，咱嘛会可能讲一大堆的话，哦，咱唔通听着伊个，咱就来讲讲咱真正能安怎个都安怎样，所以呢，咱来了解，所以心灵为汝，哦，为汝得善，不谋富贵，心灵呢，为汝而选择了这个。哦，假使无选好个人，不轻视贫贱，无轻视贫贱，处人之中为生的事情，不论俗浅，这才是何等伟大的感悟。最重要的是重于内心的事情，所以不论俗浅，这是何等的感悟。好，后来这俩叫平等。用了用了孔子呢从他左肩来教会自己感觉的这个的这个功能啊从他他娘哥的左肩他孙子来教南洋所以我故意来说他从他孙子来教功能从他左肩来教南洋安那对比讲的，所以孔夫子呢，伊就是安尼做。所以主啊，南有帮无德不悔，帮无德偏无行了，以其兴其助车之。啊，南有可以当面称君，南有或者用功。哦，主啊，用也可数南面，会使帮，会使可以做起。国君也得兴旺活动，哦，所以邦有德不悔，邦有德时阵，国家太平时阵，南洋的这个才华未去予人解无存，哦，解放掉去安尼，一定会甲提出来为国家做代志，邦有德免有兴旺，国家也得乱，社会也得乱，伊南洋呢？以做代志，做代志，拢照管着去做，所以伊未受着遮个冤屈啊。以其兴其助车子，所以因兄哥，因兄哥就是小儿麻痹，所以因兄哥的左肩拢未
的处理，因为控不住暂时三岁，哦，因老爸就归控的，所以规个家庭拢伫咧红灯小巷，所以伊呢，哦，将个女儿哥的左肩来吊南洋，控不住前站南洋的现象，而把自己的一路来吊伊个公，吊南洋女主播，是哩。孔子偏南洋，不占有古地，指出伊个用处。伊嘛不甲俄罗斯安全，但我们可以从孔子其他言论之间、言论了解。但咱会当去甲了解《论语》内面讲足济代志。孔子可怜的意思，在迄文里边，孔子曾经讲：“邦有德为。”言为言，邦有德为言言说。讲国家有德的时阵，哦，南洋的讲话，伊的行为足正直的，啊，讲话足正直，足正确。邦有德的时阵，哦，伊的行为足正确，但是伊的言论要足稳定的。顺从，啊，这个鬼就是正，啊，所以正人，啊，言论言就是足天下，意思是讲国家政治清明的时阵，言语言为都应该正直，做一个正人君子。国家政治化的时阵，行为要正直。言论爱强势，啊，下边有能力，安尼，迄个时阵大家是变各样。所以咱人生的时阵各种标，只爱拢会当互咱做参考。就有出课时阵，咱别安怎做；就有会当互咱帮的时阵，咱别安怎做。你看东西。当时一做可能二十多、三十多年前，李经理也出课，哦，马道李经理也出课，大家含迄个礼店，哦，甲上下礼店拢是收客，迄个时阵点做点点，阿人袂安怎哦？在对咱的道亲，拢做袂用较好个，唔敢开班，哦，啊，即摆会使办的时阵，咱咪安怎办？尽量啊，发挥咱的才华，发挥咱道的这个潜能，使乎咱真正会当做到大同天下。哦，所以呢，伫南洋呢，伫言语方面，啊、哦，无论伫世甲乱世，拢是。移动，拢会当做到足正确。换一句话讲，伊多有优势，不但有优势之财富，啊、哦，不但有优势之财富，也多有自处之德。啊、哦，就讲，伊若到会当办的时阵，伊就有法度做法子；到若会当办的时阵，伊就安怎分配的，我都能分清。啊，就是伊连做到一个人如何做到地边之势，灾枯不比埋物，混乱之势不会遮污性命的不一样。哦，渴的时阵，伊袂是袂渴；病的时阵，伊有同款的野菜。因此，控制把家己的心力啊带来对方，对方。自为主见，啊、哦，自为主见。君子在做事，道无君子者，书言出书。公鸭点第三章，孔子讲为主见，这个人有哪伫迄个，哦，暂时的，叫人家来后面，啊、哦，主见。孔子来学了，没有孔子学了讲君子，不是遐尼简单嘞。主见以单夫，
伊毋知偌久耽误怎啊破千遍。君主在上前，控制个娱乐，娱乐讲主将这个人就是君主，是一个君主。伊讲若无君主者，庶人出师。控制是用暗中个娱乐讲。哦，你主将这个人是一个君主啊。伊若讲若国无君主，伊是安怎去做来？在空间里面，伊咧俄罗斯主将是一个君主，遐就是老国足侪君主，表伊要去做恶。控制平衡地主的主将的特点，堪称君主，并欢迎执政的人士，以渐渐得行。控制安尼讲，是要互咱大家会当。好法为主先，这些人言，哦，啊，快叫咱大家咱去执行人言啊，啊，承认咱的德行啊。所以，咱道中，咱的前人者，大家学了咱的前人，咱做好法的人，就当执行咱的前人，好法咱的前人，使咱的前人也言言。会当予咱做咱的言行，哦，也予咱真正会当道德，日日日进。人安怎度人，咱就讲两方面是安怎度人。效法伊方法来做，哦，也予咱有时啊做含慢，一含慢呢，哦，含慢的付出啦，哦，啊，所以呢，咱的不足，咱就看咱的前人者。阿罗汉，千里，苏德义自然千里得，文鸿星自然人才得。道中，咱的苏德那福音，咱的苏德那音，咱的涅槃书，咱的音波书，那真正福音，有得做，咱第一个先。咱第一个就有那方便，哦，也咱第一个前言就他嘛心平作心，就让咱第一个人才发起。朋友出车动我，就让用你先得。朋友聚会，咱一定唔通讲讲迄无所不齐的话，一定。爱讲，切忌人就合，切忌人的行为，哦，安尼呢，自自然然，咱家己会好发的。所以，咱德就是一日一日善德，好事无人，好事无财，对一家无人，啊，对一家无人财无人，只是咱不良，咱也去恶。对自己对人，对自己对才华，哦，是咱阿弥陀佛。为何光祖时代是安那样？光祖时代鲁国啊，个君主特别多，鲁国个君主呢特别多，光祖呢占位，主权就是一个哦，主位哦，所以光祖呢占位主权，就家己自我安排，鲁国个君主。所以好啊，来吃，我来讲，咱坚持，那是咱中名，领导咱中名，就坚持，那是咱中名出来。哦，今物来帮坚持，那是咱中名出来。所以咱顶的道应该十方顶，大家一定爱如前如车。如道如魔，大家互相自我勉励，哦，兄弟姊妹互相，哦，并肩而行，使咱顶个道路会方便。这不是我讲快啊，嘛是事实，就是安尼啊。啊，咱顶两个道路方便起来，表示咱身为前行者。
无认真，无打拼，哦，经典无研究，道学无深入，深入的功夫无付出，所以咱一定要自我勉励。你若无自我勉励，啥物通勉励？真难接过来，啥物敢讲？咱唔敢讲啊！哎，我身为一个真人者啊，真人者人歹势敢讲啊！所以，咱一定要自我勉励，自我陶醉于道路当中，伫道学内面。哦，安尼，咱大真正的心境，哦，大胆自进，自进。好，所以，第一，文化精神，文化精神的教育目的，是在培养咱生生克服。技艺之人才，咱伫研究道学，就是咱研究咱中华的文化，研究咱道中的文化。所以，这道中的文化的精神的目的是啥？哦，就是教育咱家己。哦，教育咱家己啊，不是要教育别人。道学就是教育咱家己，你家己若好起来，哦。啥物事我都袂记，那孔武仲讲到最后，哦，讲记忆面前记答，你记无得，免人记面前；记无答，免人答。哦，心灵的最高境界，就是记忆面前记答。讲得可以啊，所以是在培养新鲜开花的人才，咱大家。互相勉励，大家并肩作战，为咱地方的道路方便来打拼。实在讲，你感觉好嘢，歹讲啦。有人开，有不能吃就好啊。这个唔知有倒几多，唔知我烟也倒落去，一面啊在那爬起来，我就感谢上帝啊。哦，啊嘛，事实就是安尼啊。哦，要人生好嘢，上好嘢，王永庆好嘢，王永庆好嘢，好嘢啦，哦，也有地上无，无啦，遇到地上，啊，所以咱家己爱变的咱家己，啊，第二，注意将来福气之寿，多是树他发扬光大，不但咱爱认真，咱爱勉励。咱的佛法，是我们的佛法，咱是咱个因德，可以咱发扬光大。安尼人生才有价值，要若无咱的人生无价值。好、哦，四时两日啊，咱就变变一啦啦啦。啊，你若真正有德性留落来，孔子是咱的新的人，甲道是现在咱的新的人，你甲想，啊，不是咱的祖公，啊，不是咱的新的人。咱真爱巴黎，那亲像伊咧喘气，咱都听。什么原因？有德性，哦，所以咱一定要了解。不了解，咱一步画未出。咱既然画未出哩，就无采咱的德道，无采咱的千年木甲石花兰来吃，像恁去多吃一道。嗯。哦，人是安尼想，我讲食这顿豆，一得落来。哦，人是安尼想咧，哦，来大家，你大家食，我讲，还佫讲佫出难，吓，我家己做歹事，哦，我家己做歹事，我都，你敢不承认讲，唔好做啦，我吃得少，唔会啦。来，今日这是什么？是咧讲咩？哎，一得啦。有啦，坐坐火车啦，是搁两个餐厅，较紧。哦，嘿，不单单我唔问你做咩，你若爬出我就唔来啊。我叫你话咩啊？你若爬出来，我就唔来。咩啊？哦，我你等下我去我遐，我听阿他收咩一个月拢是六七万块，我讲我歹，啊我做五千钱哦，我何里搞？哦。我同我即个同学在外面嘅，所以你若拿出钱，我就要处理处理。啊，大哥，互相勉励，
哦，互识互相激励，难招障碍。哦，你若无难无障碍，唔通头啊向前，啊尾啊哪道前头啊？哦，伊啊伫道中的时阵，咱来学伊离开道中的时阵，是非一大堆，有路用无？哦，所以咱真正咱自己要站得起来，一步一开踏出来。咱人在喊无乐，咱不是要无乐，就是咱会喊无乐，无人真正哦有伊价值伫。所以哇，去到对面叫做乌鲁达乌鲁明先生，伊真正有影，伊呐就请伊来解约，伊就讲先别等下，伊讲未使啦，爱先下钱啦，伊讲不要紧啦，食过没有啦？第二遍，食好唔好？安尼我提到去食，食好翻去，后日人来搭车搭升级，勿紧。第三遍我提到去食，讲哦，安尼无，安尼上好，好唔免安尼钱。哦，我讲安尼讲安尼唔免钱啊。哈哈哈！啊，真系要当食得了吗？伊讲食得了呀，食得了，咩啊？安尼之外，咱一定。有好方法来好办，有好方法咱好办啊！哦，人生到底世间有啥货？就你家想的有讲，再来出事，还生来囡仔有啥货？光溜溜，有啥货？死相信嘛，看看死有啥人懂？一时啥人的心情？关键进步。哦，一些孙啊，第二天就杀死。伊讲要倒去甲去甲看卖啊咧，啊倒来到阮西庄，到阮遐个东庄大庄大庄口，啊到西庄，伊就啊心机梗塞，啊是，阮古空就讲，即拢无甲开，无甲开半点钱哦，哦茶就甲穿甲好个咯，啊衫裤就甲穿甲好个咯，啊地方水地理就甲看较好，后日就办，哦啊过去穿起来，迄裤衩伊嘛要夹起，哦迄衫裤嘛好。妈妈大起，我那就两件不脱，迄衫裤拢叠啊，还是姊妹，咱亲手咱配合这实际情况，我去叫阮四大人，叫阮阿嬷的风水来咱邀请咱。哦，阮阿嬷是无啦，从迄骨头尔，因为伊都死七十几年啊，啊，阮四大人也有啦，从迄衫裤叠啊。无啦，伊嘛不多，所以咱来了解，拢无死而相救嘛，感觉，但在世间那面嘛，死去一切拢白白，所以看眼未，哦，所以人讲一句话，人无完路，必有前路，孔圣人讲的，人无完路，必有前路，伊若人有完路呢，必有前路，伊若甲相反呢，有啥人烦恼？无啦，无啥人烦恼，我讲这话。恁就加减听话，哦，好来，即个过来讲，诸佛的性质，诸佛无二。好呀，啥好呀？王永庆好呀，王永庆好呀，好呀咯，哦，也有比较无？无啦，比较比较，啊，所以大家比较点点，啊，第二。注意将来何去之秀，得尽素他发扬红丹，不但得来人间，但也远离咱的佛法。是我那个佛法，咱也将来应得何愿当发扬红丹？咱的真心当配得，这样回来的人心不配得。啊，四时能吉啦，咱就会吉啦。啊！你若真正有德性留落来，放不是咱的人为啥物咱的祖宗？也是，也毋是咱的祖公，也毋是咱的啥物人，咱真爱拜伊。那亲像伊在劝慰咱都听，是原因德性啊，所以咱一定要了解，不了解咱一步画袂出。咱既然画袂出哩。无采咱这得道，
有参咱的前言，有那些话啦，来讲上灵气，温起来他。嗯。哦，我人时啊，这小段物件，这长到变大了袂？我人时啊，这小段物件，大家变大物件，我讲，我讲会不难。我就你搞不清楚，搞不住了，我讲的什么名字呀？哎，对对对，什么什么？哎，变大了，哎，不然你变得搞不清楚。他也会加两斤，这肯定差，你看你。哦。大仔娃，我们这边他这拿什么的？花皮掉回来了，这拿出点什么的？没有了。哦，我恁两个，我起码遐，我顶下他四面一包拢是六七万块，我较好歹，啊我当恁遮钱哦，我互你搞好无？哦，我同我这个同学一样个，所以恁两个出钱是蛮重要。大哥，互相勉励，哦，互相激励，难叫将来，哦，这样子难不成？唔通头啊向前，啊尾啊哪倒前头啊？哦，伊啊伫道中的时阵，咱来学伊离开道中的时阵，是非是大根，无用个。哦，所以咱真正，咱自己爱站得起来，一步一开踏出来，咱看，咱唔是用无了，就是咱会安无了功夫啦，真正。哦，有伊价值伫，所以哇，只要对我个中学老师王和平先生，伊真正有影，伊呐，有钱去人家伊啦，伊就讲先别这么吃，未使啦，爱先提钱啦，伊讲袂紧啦，食过暝啦，第二遍，只要看我，安尼我提这么吃，吃不落他滴，黄金奶奶大只大只有钱。啊！去，第三遍搁提顿食，哦，安尼好，安尼成功，哦，没安尼钱，哦，我讲你干嘛又没钱呢？哈哈哈！哎呀，这一个同学了没有啊？你给我讲一点呀，讲一点，你起码单一点，不好我不太好嘛，不过我真好玩啦，哦，人生到这世间有三回。你家是咧讲，材料出事无挂，生来囡仔唔生话，光溜溜，死相信嘛看看，死啥难保呢？一时啥难事情，关键紧迫。哦，一件事呢，第二件就啥事？伊讲要等人家去甲看咩呢？啊，等下到阮西镇，到阮遐个东镇个，但是好啊，到西镇。伊就安心肌梗塞，无拉死。阮有空就讲，这拢无法开，无法开，半点钱哦。哦，茶就甲穿较好个咯，啊衫裤就甲穿较好个咯，啊地方水地理就甲看较好个。好一礼拜，哦，啊过去穿起来，迄裤茶伊嘛要夹起，哦，迄衫裤嘛要，嘛要大起，有哪像两件不同，迄衫裤拢变样。是咪？单亲就是单亲，这是。我去，去我就去台湾，去我阿妈的公司来咱游生活。哦，我阿妈是无啦，像爱骨头的啦，因为伊都死七十几年啊，阿阮是大人也有啦，剩下三个弟啊，无啦，伊无骨头，所以咱就来，拢无死去抢救嘛，但在世间那边嘛，死去一切拢无法，所以看他们。哦，才能空出来。人无完路，必有前路。空出来够的。人无完路，必有前路。你那人有完路呢？你那个小贩呢？有啥人玩的？有啥人玩的？我讲这话，你就记干净。哦，好来，这么过来讲，诸侯也是真。诸侯无法，是要有主，主法。逆气呀，哇，和气呀，哇，哎，因为诸侯
啊，学了，学了这个公鸭条，啊，学了南条，啊，学了猪脚。所以猪公呢，也不好，是比较有面子，也不完呢。哦，对，我是很简单。啊，猪公呢，你猪公做老的，当然做好。阿好讲话，阿好做生意，阿好赚钱，阿好思想。哦，猪公，迄个有一阵呢，猪公甲猪公，甲空甲阿做男的，空做男的，讲你后生咧做啥？哦，即个阿做猪公就成日讲。还几万钱，不平用币钱，啊，两块，啊，我的车啊买，我的衫裤啊衫裤，大家讲过一点两块钱，主管呢，我们主管，主管那边讲一公啊，你们公安把这个衫裤公安过来，哦。就讲伊讲，伊所有诶，哦，拢会当做。今年呢，伊讲啊，我无法写东西了。你写这今年有无？无啊。哦，啊，所以控制嘛，煞学了做糖诶啊。啊，所以做糖诶，伫遮人拢学了伊，啊，到底我毋知啥物结果。老师你唔好评论讲诶。哦，老师在讲，输呀，哦。力气啊，讲你是成一个足有用的器具，哦，伊讲无气啊，就讲我讲，甲我倒是啥物器具啊？哦，就话火焰，你是上上重要的火，啊上重要的焰，是咱地底下内沟内面各部分内面的两项器具，拄着大节点来一天。哦、所以孔武主跟他说学了主公伊嘛事实是安尼，尾啊孔武主在周列国得大开钱拢主公咧做，拢主公咧做，所以主公呢不但敢有出敢讲话，还灭国足有名，有一日呢齐国要来攻。啊，做这个落后。啊，那么这个控制呢，是想讲伊要出来，无出来替国家做代志。那么伊学生就甲因老师讲：“你未使出来，你只会搁出来，何我出来？”控制个，我站落不落去，拢无出来。啊，主管也无买出来，就甲老师讲：“老师，老师就讲好。”朱光出，朱光出是一个从这个战争来变成的，罗布从孔子，你看厉害不？那么孔子呢，那个小朱光不得了，兵法弄不到，机会难得了解，难得修做，做个好咱的前人家好咱肯定，哦，安尼呢，咱修。将来将军控制平衡主角是可贵有用的人才，是不？本章是主角用控制千文主编为引的，以有进言。哦，为何主角？主角是为了控制来讲，到底我给他什么境界？我也不讲说等对呀，我等会当有进步啊。控制他就用这个气面。来做毕业主角，是一个有用的人才啦。哦，孔子呢是借这个器皿，哦，器具这个家具，哦，这个宝物宝物来毕业主角，是一个有用的人才。所谓逆体啊，只是来清凉之术啊，没有来变用之变变之艺术，是来恶乐的啊，不是来变。因为孔子曾经讲，文主不器，啊、哦，文主未使成一个器具啊，所以用量偏易者，
为孔子问孔子，叔牙可是将军？孔子啊，叔牙答问将军有。啊，为孔子呢？问孔子讲，是话这个诸葛呢，也出来让出来做官不？孔子讲，你以为叫做什么人都话到，你答个足通达，有将军嘛好有。这个将军有什么困难呢？所以答。是讲主讲，方得真正事理，所以可是真正，真像宗庙贵重的火炼钱。有意见，孔子为什么连孔子讲，君子不器？注定我这个君子呢，不要上这个器皿之用，只是我是教的用途。以文章教育起来称赞主讲，岂为矛盾吗？这两种爱分开来来看，不可以是关注自我进修的目标，不可以也是讲，我干那要功德义，我干那要做啊，会当会当做上下咧，袂使。咱爱道义也要讲，经典也要讲，上下咧也要做，三宝也要讲，咱做人才是应该。哦，志愿物件，希望学校应该做的人拢爱做。我若人无用，我嘛会当来搞煮菜、擦墙、洗墙。哦，卖讲，哦，我不要做啦，一定来做。一年年是要欠些工费，咱唔知，欠些收入唔知，所以咱来做单的，嘛要擦菜，嘛要煮饭，嘛要洗菜。我们天道呢，也是爱多担的，还要干三步，还要做上哪里？哦，他也要干道义，他嘛也要讲人间。哦，咱唔能干讲好，天天我会讲这个，还是道义我也要讲来，我天天我要讲。好，行的，人是恶出来，咱也要讲人是恶出来，不是善出世的原因。人嘛，不出来，哦，所以不起是关注自我进修的目标，要复合德文，咱是要德标，爱复合德文，不要局限家己，让家己限制咱家己。阮教育起面来比例出国，哦，是就国家社会的出人才，中央人才方面来讲。所以未使太难过。主讲是一个高对重，一项气魄，一项一个人才。高要去对一个国，要出一个国，出去评论伊有法度，要去安排国家的代志伊有法度。哦，伊若要开钱伊有法度。好，伊要出去讲讲国话伊有法度。所以不但来，不如从诸孔来。关于诸孔，孔子本来，咱来归孔明了后，也未选择子。成子的时阵，将德育位各传予诸孔。但是诸孔是话较有够的才华，有诶有够的境界。所以孔子不是带诸孔过来。孔子啊，宁义无德啊！是安尼啊，威是啊，威啊，武一地关节，主公了解的，因为伊都唔知老师在讲一地关节是讲哪位啊，所以啊，伊是问，得爱研究，话讲嘛爱对症，爱得下对性格话讲爱调皮，但。讲不通，现在无先进，莫担心；无先进，莫担心。无助，哎，因为这是咱的目标，啊，咱嘛应该做。咱唔免讲咱得个咩，哦，咩呢啊，命啊，咩啥物事，都无用。哦，迄种人，但是讲咱先进，这个资源，咱来做，啊，
以上的问题。阿三伯呢，拢上面都会出在，啊，上面都有些，上面都搞出来，有些，人家无人，会使后面可以。我在刚刚讲个呀，我讲，个人礼拜啦，不要做嘛，啊，但是，就是，有迄个欠债的所在，你爱慢慢去甲处理，啊，就所以就方便啦。有一日，伊就要来叫我去查，啊，就来过来做第三组的电话哦，我来，我请啊，新总司令啊，这所长司令。方便我哩，我讲之前，一边我就来，一边我也要来做走啊路呀。苏文东来跟我讨人情，啊，讨到我无法度，阿咪无要紧，伊要叫我去到做工就做，阿咪叫我去面，我就来做。伊讲我袂使，我袂使去啊。阮丈人领命，我过来你遮领命，共讲阮两个丈人囝婿，毋知你安怎？阿一个人走出，我讲，首先我袂歹啦。伊讲阿咪毋着去互恁丈人烦掉，我讲，毋是你烦掉啦，是真正伊哩少，你差咧做一下。阿一个就是讲，伊个家婆，家婆，我讲免麻烦。我讲你这领命是我给你报的，是我给你报的。啊，无我来报你是袂当领命呢，你讲是安怎讲？我讲就根据啊，这所属命来问我，结果我讲会使。啊，等到后面可以呢？哦，就是安尼哦。我是啊，不是安你会当，你会当领命哦。我唔好讲。你也不教，你家己会跟着，哦，你不教所在，你家己会跟着。哦，王和明先生，月薪开偌济钱？哎，你难听，我无听，还可以会考的你很少。这样话，你就做对于做袂当过，所以你进门，但系语音太过分。我永远是不离，是吧？言有因，因以后的一切东西都是因的，言有因。你讲用功，用功你讲话无做好讲，啊，放书我唔免老讲，有真正有真相，用也唔免老讲话，放书讲。言有利，义有义过。听人讲话就要听少些，哦，教话的。你前有人颠倒互人反，不知其形，哦，无人相教。言有利，控制言论有人的人，不用用巧妙的口才。用功在控制的主要，不敢言，不敢出言，不言不语。哦，当在德行当中，德行难分之间，将必有用功。所以用功呢，是道德排第四名，可以当面成功。你看，难无助的德行哦。所以，修行的先人，免不了的典型人物。但同时呢，装上口才。出现的风气下，风行啊，风气下啊，丢人未免。伊虽然有人格，但是无口才。控制化法而修行啊，因为在他面，在他所作空间当中，用到隧道严严的，不仅控制的容易，
是在清铁打拼中，哦，没有什么可贵，因为无靠财，并不方便挣钱。相反，如果不过不过是因为靠一笔一靠财，所以你一靠财加痛苦啊，也只能结单，啊，最多积年不长之靠，积不年好人之心。所谓人间浮云，人之足下凡尘，可见啊，可见独处的人家可见，独处的也是众人情同方法。所以孔子的话不单是一种用语言，不要低级人的句话点到道教的心中，义务德行都可以说起。并且是不了，所以咱一定要明白，一定要白，不是高讲为重要，爱有情的重要。既然真的是话多，无情的，绝对袂去损别人，来对咱尊敬。咱不是爱尊敬，就是爱实实在在，真正有尊敬，咱的记得。先天到后天的结果，所以姊妹透过咱的学，慢慢来去个了解。所以讲圣人呢，咱讲得足详细，在讲呢，会使讲对头门讲来到下底，咱爱慢慢来，来慢慢听，慢慢来做，咱的人生真正有价值。那无枉费老爸、老母生咱老爸培养啦，咱呢哦因波叔因奶奶教导，咱的前人才安排咱的动机，咱来研究，还有咱的人生教育。天下无呢，咱的人生的必然管理个是啥？不是做好趁钱，到人生有简单呢？你甲看，遐个趁钱的人钱还搁一堆。要一起进一堆，来来来来，然后这样子的来就比较好了。好，啊，这边我等我看，我去甲体会，啊，赶紧来为咱的祖母，为咱的神，有这个佛堂，家里那庄严，家里那好，要去做啥？出来要靠上上啊！看人才，人才那看，哦，阿你有够好个，有够赞个啦！哦，这是真正达到咱阿弟个，哦，无实力，咱不见人实力少，阮小弟个头都讲，哦，见人呀，一个月等偌好都偌好，讲唔好嘛是啦，讲唔好啦，偌好啊，我当然想讲偌好啊。我真正来看，我在讲，哦，真正来看，对。啊，所以咱来到因着咱的心地心来，爱带伊行行看看，因不会歹去的，真正。啊，所以用咱大家为咱的顶，为咱的头部，为咱的眼哥，为咱下面，最后祝咱全身的健康，祝我们谢谢。
众家不平于公，众家平于公。好，台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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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言啊，命如言之意，在病如书啊。本章这则讲《道德如言》的这个用意，圣人甲咱讲，较谨慎的，要讲话较谨慎的，卖一支嘴那条当白哦。也安尼即个部分也讲，也后则讲，咱做会出来，阿变出来，阿通讲哦，咱来注意。所以要讲话要注意，哦，那要大人碰面，阿嘛是要注意，唔通无影，阿来来讲，咱有影代志来讲嘛，咱嘞，哦，互客听，讲嘛，咱嘞就先听，哦，所以讲心念，这个心就是较真心嘞，所以要翻译，将头啊这个佛心，会对一个真嘞，哦，对一个真嘞。哦，所以咱一定爱以用心来讲真诚话。哦，心如言，这个言论，哦，啊，病如言，对人话，较真实的，较真实。也是个意思吧。哦，就是讲病如书，咧做人话，哦，做代志，爱较真实的。也就言不言两方面，可怜的弊端。无有条件。孔圣人在讲的意思就是讲，伫言甲伫言这两方面呢，哦，这两方面，所以伊这个过错，被当的过错，甲咱调节，甲咱超越。因为言语用于出口，弊端在于方言讨论，而不过心罪。哦，所以咱的过错唔对。拢是爱讲话，拢是爱讲话。言语用于出口，你讲话较简单，也要真正做到口较困难。所以咱咧想到，咱咧学的就是学真理。过去人圣人安怎做，过去人贤人安怎做，是安怎现在转去，咱袂转去。哦，人民就是安怎样？哦，对于你讲话，安尼那像的。大事安尼，哦，唔敢一个一个讲出来，哦，所以呢，咱一定爱做注意，因为做唔到，拢是谎言可论。好，比方讲，我足够讲，我捌足济，到有啥物内容？你若无做出来，啊，足够讲有啥内容无？所以咱有时啊，没事在困的时阵爱想。所以真主呢，真主有法度人成为圣人。真主呢，伊本来就是有那种含万啊，参别路，茶也鱼啊。福圣人讲，参啊真好多，参啊就是真主啊。哦，啊茶呢，哦茶是真正的啊。所以，遐人拢是圣人，无圣贤都是圣人，咱来做。啊，注意啊！今朝看人是安怎做，啊，咱家己咱来做，哦。所以弊端都是谎言高论，啊，无过了这个实际。咱修炼、学道，就是要过了实际。我有法度无？我度难讲，我度难讲，哦，难讲出。嘿啦，咱当然要修炼讲，你敢讲我是意思意？哦，这句话咱是常常在讲。兼讲话也是，哦，啊，所以这句话咱来读起来，咱是叫做做对，做对，啊，所以呢，啊，所以君子希望家己的言论低准则，较慢来讲，啊，较慢来讲，又因为兵书很难求得，很难做代志，真困难，啊，通做啊求得，所以讲。相处呢，如果我们三心五心，无言无语不讲哦，不平衡高低不行哦，团不行。所以老百姓写《论语》的才，就不行。
咱若有时间再来买啊。写得足好，伊讲清楚呢，是用三物件来照伊。一个足老顿哦，圣人讲足老顿的人，透过三物件来照伊家己，照甲成圣一个圣人。啊，照甲成圣一个圣人。哦，这咱一定爱做注意。啊，所以咱呢，弊端弊端的精神太太，讲话较下啦，较做就变较下啦。以进行缓慢，所以君子希望自己的行动，自己的行动心理。所以咱若真正要成君子，咱就家己面对咱家己。伫咱的行动较勤咧，较明显。换一句话讲咧，文章的宗旨在矫正咱的面容，咱矫正咱的勤言的这个事情。即变成一个性命，变感觉，变成咱的食品，哦，惯习啊就对啦。境界、体型还是德行的毛病，境界咱判断去做的这个毛病，所以我跟他讲，放言语过有路，放言语啊，过有路，你偏难过有命，请注意，大家讲。一个就家己应该家己，要方便较简单，啊要实现较困难，所以这两句话是来应该咱家己。因为在当时呢，孔圣人的时阵，就有这个毛病，啊那这个毛病嘛有可能不是孔圣人迄个时阵俩，孔圣人的以前就有这个毛病，所以到有迄个时阵，要留一本书来，哦，伊呾。讲伫心内面，希望咱呢，希望伊个好哈，希望兄弟姊妹大家